是的，我进来了，我进来这个现在桃园青浦最火红的水族馆 X Park。据说是日本横滨的那个八景岛海岛乐园来台湾开分馆。对对，提醒你啊 ，X Park 呢目前是没有开放现场售票的，所以门票呢只能在 KKday 上面线上预订才可以哦。那开幕的期间呢，一天会分成五个场次，然后记得要佩戴口罩才可以入场哦。好啦，你们可以继续看下去了。走进馆内的第一区呢，就是福尔摩沙。顾名思义啊，这一区就是以台湾丰富的海洋生态为主题，所以你会看到鱼缸里有满满的牡蛎，还有很多很多的丝木鱼在头上面游。当然最厉害的就是，看那个超大超美的。虽然这鱼缸啊跟其他的海生馆比起来是稍微小了一点点，但是里面据说有6000多只的鲳鱼在里面啊，而且现在呢在桃园还可以看到这样的大鱼缸，其实也算不错咯。哦，人真的超多的。好，现在我们要前往下一个点啊，下一个点是珊瑚潜行。潜行这边有一个环绕的鱼缸，带大家看一下。然后它上面还有投影在地上，会有一些珊瑚啊，一些鱼啊。珊瑚潜行这边呢，是可以看到各种类型的珊瑚，还有很多可爱的热带鱼啊。然后这边也有珊瑚可以看，看那个上面那个小小的气泡，超可爱的。这个看起来有点恶心哎。然后现在是6:40，不知不觉就逛了43种，我还卡在那个珊瑚潜行这边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再往下一个阶段前进啦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前往下一个主题是软海升级。那我最想看的海马在这里塞爆了，大家全部挤在。看完海马了，然后刚刚还有2只海马，我都不知道是在那个树上面睡觉还是干嘛，它都卡在上面，超可爱的。我们继续往前走。在芒海生机这边，它很多的缸都是那种小小的，所以大家都卡在那个缸前面，像海马那样，就是大家都不走，然后就一直在看海马，所以变成说芒海生机这边很容易就会
塞车。好啦，不变暗，我现在要前往下一个，就是。这边就是雨林探险啦。这边的空调就没有那么强，刚刚前面的空调都超强，强到有点冷，然后这边就比较温暖一点，真的有像那种树林里面的那种。在雨林探险这里啊，还有机会看到小浣熊从你头上爬过啊，虽然我这次没有遇到，下次你来的时候记得找看看它躲在哪里啊。寒带行动，这边有海豹可以看，超可爱的。看完海报以后呢，就会经过一个海底隧道，然后头上啊会有模拟海浪的景象，旁边还会飘着一块很大很大的昆布。欢迎来到深海寻觅。开始抓眼睛。听说这是全世界最大的螃蟹，可是看起来也是有点恶心，有点像异形，很像那个会孵蛋的那种异形，对吧？上面也有哎，哦，我知道了。它这个区块就是一些鱼的标本，然后它把那个鱼啊染色，它的骨头染色，看起来很酷的。然后再来这边是虚实互动的主题。好像可以在这边画自己的鱼，
然后自己着色，然后它就会投放在后面这个荧幕上面。那现在剩下45分钟可以逛，可是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企鹅，我觉得我进度非常的慢，可能拍照跟摄影花太多时间。然后像我现在还在拍说史，希望它可以拍出不错的画面。等一下说史拍拍，就会继续往下走啊。我觉得从楼下看还是比较壮观。前往我非常期待的水母区。还有放大镜可以看，那个超小的。其实我觉得那种很透明的看起来是蛮疗愈的，很可爱。我觉得水母真的看起来超可爱的。哇，这超小的，这超小的。接近营业的时间结束了，他们就会慢慢的把灯变暗，然后算是把你往前赶吧，不然大家这里都很爱看水母，不想往前走。然后带大家看一下，这里就是看企鹅的地方啊。蛮可爱的，然后它上面还有一个滑水道，可是我是没看到他们滑。有停在华泰停车场的游客，请于晚间10点前离场，谢谢。太感人了。虽然已经快结束打烊了，但是还是带你们看一下。这有那个企鹅啊，企鹅。以上就是我今天的 X Park 的体验啦、我真的觉得那个水母真的是哇，超疗愈的。可惜今天没有看到水豚，不然就更完美啦。现在是晚上9点了，超饿的，还没吃晚餐呢，跑去吃晚餐啦。好啦，如果你下一次放假还不知道去哪的话呢，不妨可以来这边走走哦。